对。那那个，他还甚至用外文跟我们说 I'm proud of you， 懂吗？你确定吗？他不是外文跟我们讲脏话吗？没有没有，他来说我们是食品的、啊、外边成员啊。我没有在好笑，完全都是浩然在说的。你知道刚刚浩然他那个，他看着我一眼，然后又继续打，说玩他的游戏。我们完全都不会好笑的，因为浩然他就是这么优秀，他就是这样子说我们的。哎，我也不想要当啊，对不对？浩然就在力邀我们。那我在睡觉的时候，突然浩然一个土下跪，他直接跪在我们面前。说什么？请你们一定要当我们的外围成员。说不要，后来他就拼命要，我没办法。我也是帮你拿半米砖哦。怎么可能？后来就差点没有直接跪下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说，请你们当我们十颗星外边成员。我当时就觉得听了直接立马一拍桌子，我才不要！我立马直接跟他说我不要，为什么呢？如果我小心你的屁股，晚上有谁？我跟你讲啊。我不怕为什么呢？我已经到有可能会抢浩然的位置啊，他里面的首席位置可能被我抢掉，我立马直接跟他回绝。为什么？我这么优秀，一进去他风光直接没有啊！我做的菜呢，都是这么的香，色香味俱全，优秀。哎，我那次起来一醒来，浩然跪在我面前，我一脸就懵逼了。孩子希望我教他做菜，没有办法。做不了，这是他天分。哎，太优秀也不是我的错啊！你再说一次。我张年六。